賞金の抽選会です。この日会社が社員に出した賞金の総額は日本円で5400万円にも上ります。当然呢，这个东西是需要呢去付出一些成本，但是呢，那个那些费用呢，不足以去代表你对同仁们的感恩跟感激的那个心情。很开心，我们每年都期待这一天。那这可以激励所有集团公司的士气，这是非常好，一年一次的活动。我们很感谢老板给我们这样子的那个尾牙活动哈。谢谢。午后2時半に社員の表彰式から始まった忘年会は6時間に及びました。尾牙就是类似一个大家庭。其实因为我在这边也工作很久了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看到同仁们这么的开心，其实那种辛苦都是有代价的。大掛かりに開催される台湾企業の忘年会、社員一人一人に一体感を感じさせ、新たな1年を迎えるための活力を与えています。